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我是小易，很高兴你们又来听我讲故事了。宝贝们，有体验过坐火车吗？要不要和小易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？小易将带你们体验一下火车带来的便捷和快乐。呜，火车来啦！火车来啦！从田野的对面，火车沿着轨道开过来了。一辆红色的火车从轨道里穿过田野，嗡嗡嗡嗡嗡，一直开出来了。好长好长的火车啊！宝贝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画面上除了一辆火车，还有一辆车？你们发现了吗？在这里还有一台小小的挖掘机正在挖田垄，你们有发现吗？火车来啦！轰隆轰隆轰隆，道口栏杆放下来，拦住行人，让火车安全通过。这是道口栏杆放下来，乘客们则在道口栏杆的外面有序地排队等候上车。火车来啦！轰隆轰隆，火车拉响汽笛，开过铁桥，一辆蓝色的长长的火车从绿色的铁桥上开了过去，真的好壮观呐！火车来啦！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了，虽然看上去小小的，但这可不是公共汽车，是火车哦。火车从隧道开出来，虽然从上面看小小的，但是因为距离离得远，所以看上去有点像公共汽车，但是这是火车哦。火车来啦，从那边开过来，从这边开过来，啊，还有一列地铁也开过来了，开过来了。宝贝们，你们能分清哪个是地铁吗？这个是地铁，因为地铁是从地底下开出来的列车，但是火车可不是从地底下的哟。火车和地铁还长得可真像呢。火车来啦，好多人下车了，好多人上车了，上不去也没关系，下一列火车很快就会来啦。好多好多人啊，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准备上车。火车来啦，火车从隧道里面开过来了，这里的车站是在地底下，原来是地铁进站了。宝贝们要分清哦，地铁是从地底下开的，火车是在铁路上开的。这个是地铁哦，可不要认错了。火车来啦，深夜的火车站迎来了最后一班火车，最后一位乘客下车了。看这个钟表，已经快12点了。所以已经很晚了，最后一辆火车开过来，乘客下车了，火车也要休息了。火车来啦，原来游乐园里的太空之旅也是火车，孩子们和大人们都欢天喜地地上车了。好嘞，冒险开始啦。在游乐园里面也有玩具火车，是可以坐上去的，还真酷啊。火车来啦，这是今天最后一列特快列车，再见啦，
一直以来辛苦你了。火车从这里开过去的时候，还有几名摄影师在这里拍摄火车，是不是很酷啊？火车来啦，瞧啊，新干线的上空出现了一道好漂亮的彩虹。在火车的上方有一个弯弯的彩虹，看上去可真漂亮啊。火车来了，刚这么想，太危险了，快退后。特快列车通过，嗖。因为列车的速度会非常快，所以宝贝和家长们在等候火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火车来啦，有的乘客带着礼物上车，有的乘客在站台上道别。爷爷奶奶，你们要保重身体，要再过来玩哦。宝贝们乘坐火车过来看爷爷奶奶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火车来啦，在紧急抢修好的铁路线，火车来啦，这是新修好的火车铁路线。大家都在等着，等着火车早点来呢。谢谢你，火车，你能开过来真是太好了。再见，火车，路上小心哦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讲完了。宝贝们能分清地铁和火车的差别吗？赶紧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吧。